翻一排就好了，我翻一排。我们大快乐哥哥姐姐先坐下来休息一下啊，还有我们小要快乐弟弟妹妹先坐下来休息。李凯翘老师，麻烦你中间帮我放折返体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请问现在我们中间这边是不是中班的小朋友啊？待会呢，爸爸妈妈就要跟你一起玩游戏了，请我们小朋友来一样小举牌。手伸直，老师把队伍整个往后拉一点，好，不要挤在一起了，往后拉，往后拉。对，可以尽量再往后一点点，没关系哈。好，小朋友手放下。那待会呢，爸比妈咪就要到你的旁边了，所以呢，待会我们中班的爸爸妈妈哈，麻烦你其中一个爸比或者是妈咪